我在街上救了一个富婆美女，结果我竟然被她喝多了。我再给你买个就完了呗。这个是我新买的，我一回还没用呢。赶紧泡啊，泡完了吗？没有啊。赶紧泡，泡完我泡。你想要？这滚边了！我知道你有没有脚气呀。泡完了，泡完我泡。哥，啊，是你什么？啊，不是，哎呀呀呀，你，哎呀，我的妈，你干啥呀？困了，不是你困了，你回家睡觉去啊！不是你妈没告诉你出门小女生在外边要保护好自己吗？我相信你啊！我他妈都不相信我自己呀、啊哎！你赶紧快点，赶紧走！我在外边就听着小伙的，不是你再整这事，下回直接告诉我。哎，不是我去我妈对付一下。干啥去，老程？保证天亮之前不回来。不是，我俩今天才认识。我知道你厉害。哎呀，我操！你他妈能不能？听我说句话啊，怎么跟你俩形容？她是我舅的一个妹妹。你舅的妹妹？哎，这么回事？对。怎么称呼？苏西。苏姨你好，我是你室友的外甥，我叫陈凯。不是他妈。